哎呦我的亲娘！刚停下车，我寻思得上去，发现我已经惹祸了。这昨天刚看完那个白素贞《白蛇传》，人家是水漫金山，你说咱们这是水漫啥？水全洒了，洒一车啊！我就往这上一踩呀，我亲娘，噜噜的全是水呀！我估计一会儿男孩都得能拧出水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透了，这底下全是水呀、啊！把这地毯都倒腾出去了，灵不灵的？这么看还有点不适应。有这个地毯踩着老舒服了，没有这个地毯的话，一踩冰凉。哎呀妈，你看我这大脚印子，这地板都湿了，亏是防水的，你说得漏多少水？看那一桌子吃的，我得看看吧，他们都研究研究放哪呀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下午好。镜头一转，咱们是在叫内蒙古的叫科尔密什么？我看一眼啊，这地理位置报不明白呀。这叫科尔密左翼中旗，这里属于内蒙古。我刚停下车。脸上又起了个痘，咱弄了桶水放在车上，我的妈呀，洒了一车，没招了，我得停下把拿出来晒一晒。快到那个8月15中秋节了啊，就在这里祝所有的朋友们，中秋节快乐！中秋节的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吃月饼啊。今天我就在这里休息，不走了，把这地毯晒一晒，一会儿能准备先做口饭吃。把咱车上的那些垫儿放在这边晒着了，估计一下午应该能晒干了。现在已经是下午的3:30了。现在咱们是酒足饭饱，呵呵，看着小电视，腌点辣椒咸菜，准备了一个罐子。这个辣椒吃不了要坏了，把它腌在这里面，腌成咸菜。我也不知道我弄的对不对。你们要是谁会腌咸菜的啊，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。我不是特别会腌，我这是先用盐把它们腌一下。我又切了点姜，我也不知道我腌的好不好吃呀、啊，我头一次腌。咸菜已经让我给怼瓶子里边了，你们看我弄的对不对？怎么没带有汤呢？是不是我酱油放少了？中啊，人生中的第一次，先腌两天，回头看好不好吃啊。车上边都已经收拾利索铺完了，天已经黑了，我听着外面挺热闹啊，咱们也出去瞅瞅去。